肖总，我不能被开除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还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多大个脸呀，吴勇啊！就这次签约这个事情，你把他们公司从上到下，你全部都给得罪了呀。包括他们销售部也装进去了，就连人家甲方也说是你做局，你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什么机会？你机会在外边呢，你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你啊！哎，不是你客气吧？我的方案他们其实挺满意的，你让我去挽回损失。 对呀，既然他们挺满意的，你去他们公司上班啊，不用挽回损失了。你已经不是唯一的员工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你快走！肖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去！你快点走！我烦你！你救命啊！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的问题的话，我去解决。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，我立马走人。站住！